大家好，这里是胖大海有点胖。上一周呢，我们看了这家苗圃的球兰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除了球兰其他有意思的植物吧。首先是这个蔓绿绒，价格在29到39不等。比如说这个粉红公主，我觉得这个景还挺漂亮的。一些彩玉价格是19，大小是6.5寸。有彩叶的凤仙花，颜色有粉色和大红色。价格是9.9。也有我们常见的纯绿叶子和其他的花色。也有小盆一点的凤仙花，价格呢是4.9。很多花店对于这种一年生的小花都开始慢慢打折了。也有一些秋海棠，品种真的特别多，纯银色的叶子还挺美的，价格是9块。大盆的是20，这一颗我觉得它的叶子质感还挺好的，也有黑天鹅绒是13，大小是4寸。价格是8块，有几种不同的品种。这个是带景的佛珠，状态还是不错，它有一点粘着下面的托盘了，为了不把它弄坏，我就没有提出来给大家看。这种吊兰式的都是13。以及一些多肉，比如说熊掌，价格是6块。你看，有一些已经开花了。
刘家栗的价格是6块，不过我觉得长得还挺好的。这个我个人觉得是 Enjoy， 因为它的茎是只有绿白色，没有斑纹，价格是6块。以及小叶银斑葛是20。这种小盆的巴西曼绿绒是6块，大盆的是15。以及胶草价格是5块。有一些白犀牛4寸盆30，我觉得状态不是特别好。各种各样的蕨类植物，这里有一棵很大的巴西曼绿绒和大理石皇后，不仅是高度比较高，叶片也挺大的，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叶片。价格是250。这个区域是各种的兰花，每一盆可能品种花色不同，它的价格都有一些不一样。还有一些正在打折。原价33，现在25。这里还上了一些鸡蛋花，带了一个陶盆，价格是20。以及一些沙漠玫瑰，价格是15，不过它都有标明什么颜色的，还挺好的。这个的价格是25，有我们平常常见的白色、粉色、红色和黄色，也有花色和这种深色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